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路德》，我是 Jazzy。十二月过完了圣诞节、跨年，接下来一月呢又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，大家又要花钱办年货啊，买新衣啊，这些东西都要花钱，真的是花钱容易赚钱难。如果再不想办法搞钱的话呢，接下来真的是要吃土了。最近有很多人推荐用投资平台来赚钱。真的那么容易吗？身为投资小白的我呢，就来帮大家测试一下这个 app。今天我用的投资 app 是 TigerTrade。为什么选它呢？因为我最近一直看到他们的广告说，新用户有福利，开户口呢就直接送一股 GoPro 股票，这种优惠呢不拿白不拿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去实测吧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TigerTrade 这个投资 app。我本身是已经注册了新户口，所以大家在注册新户口的时候可以跟着 TigerTrade 提供的步骤去注册，这样会比较方便。当然在设置部分呢，大家可以去切换你自己喜欢的语言，通用我可以按语言设置，有简体中文、繁体中文或者是英文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语言。那我本身是选择简体中文， OK， 然后我按保存。TigerTrade 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是这个模拟账户，它就是可以让大家在真正开始花钱投资之前呢，让你可以更加熟悉整个 app 的功能或者是操作方式。 OK， 现在我先尝试用模拟账户去学习怎么投资，可以先去持仓，然后去找热门榜单。哇，有特斯拉、苹果、未来、爱奇艺。OK，我喜欢看爱奇艺，我就来投资爱奇艺。有了 5.28 上 0.84 18.92%， 什么来的不知道，反正模拟账号有的是钱，我就直接买。买现价 5.25， 数量1，看不起我，我1000应该是可以吧，1000 OK。 预览买入，下单后将产生$5,250的借款。OK， 买，超买，不要担心。OK， 订单已提交，就查看订单。所以交易账户是模拟账户，买入先下单。哦，它不是直接买，还要先提交，然后再看过后可不可以买入这个股票。好的，刚刚我已经尝试用模拟账户去学习投资，我个人觉得整个过程非常的有趣，而且 TigerTrade 里面的资讯是非常非常的充足。我非常建议各位投资小白下载 TigerTrade 这个 app 学习投资。我选择 TigerTrade 因为它有各种优势。第一，有多种交易品类，像是美股、美股期权、港股和 A 股等等。第二，美国税股只需要$5起就可以开始第一笔投资，投资小白也能轻松起步。第三，对于大多数新手投资者来说，有限的投资知识让我们在面对新机会时裹足不前。不过有了投资社区，就可以与全球的投资达人零距离沟通，安心从零开始学习。第四，轻松零起步，因为 TigerTrade Apps 提供各种学习视频和文章，更棒的是这个 Apps 还提供模拟账户，让投资小白更好的熟悉系统的工具和功能。第五，要投资首选要找安心信赖的平台， Tiger Broker TIGR 在 NASDAQ 上市，它严格遵守监管要求，保持资本充足率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，这样才能保护客户利益。另外 Tiger Brokers 会对所有交易对手进行尽职调查，并确保有足够的控制措施来持续监控客户资金。如果你也在找这合适的投资 apps， 不妨试一试 TigerTrade， 因为现在注册呢还可以获得新用户福利。除此之外， Tiger Broker 还和 Asian Football Federation 合作，带来 AFF Mitsubishi Electric Cup 2022， 延续大家在世界杯后对足球的狂热。福利来啦！如果想要领取新用户股票奖励或者 AFF 球赛门票的你，可以查看下面的资讯栏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Noodle